咁啊，新嘅一年大家嘅期望系点啊？系咪新嘅一年能够欢喜快乐、蒙受神嘅恩典咧？系咪希望系咁样样啊？希望喺新嘅一年咧，系做一个能够咧进入神嘅计划，有一个丰盛嘅生命，一个完全丰盛嘅生命。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个主题咧就系讲到点样靠主耶稣咧处理负面嘅思想同埋情绪。我想问下大家有冇有时个心里面咧谂埋啲唔好嘅嘢，或者哎呀死啦真系好惨啊，好难搞啊，哎呀唔知点算啊，有冇有时有啲咁嘅思想啊？有时啊事情好困难啊，点算咧？冇解决方法喎，嗱呢啲系负面思想，咁呢个明明好困难喎。 个问题就系咁啦，困难系咪代表哎呀好惨好惨啊，哎呀好惨好惨，咁嘅时候咧有冇帮助咧？系冇帮助嘅。咁另外咧就系情绪啦，好多人咧就会烦恼啦、唔开心啦、激气啦、怒嘈啦、发嬲啦。咁我想问下大家，情绪帮唔帮到人噶？情绪帮唔到人噶。不过好多人就话我想正面啊，不过我正面唔到。 咁我今日咧就会讲下点样样可以正面，就系点样样可以处理我哋里面嘅垃圾、负面思想同埋情绪。呢一个垃圾咧，嗰样嘢对你有益定系有害啊？我想问你，谂埋啲唔好嘢有益定有害啊？系有害嘅，所以咧佢系基本上真系好似食垃圾差唔多嘅，其实仲惨过食垃圾，因为佢嘅伤害比较食垃圾更加严重嘅。而家都可以咁样，可以好。嗱，我哋一齐读下诗篇90篇。 啊！呢个其实咧，即系讲到咧人生嘅困难啊，人生我哋一定有困难，一齐读下。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喺呢个世上的而且确咧系有好多困难嘅，即系话咧人际嘅问题啦、压力啦、俾人批判啦、闲话啦、经济压力啦、病啦。 即系人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就系好多时咧都会有啲唔开心嘅事发生。我都有嘅，不过我喺任何困难中，我都系坚持神系最好嘅，神一定有出路嘅。我坚决咧唔俾佢影响。好啦，咁首先咧就系我哋了解咧喺困难之中，我哋有嘅负面思想同埋情绪对我哋嘅破坏性啊。我哋要知道嘅破坏性嗱，譬如简单讲，大家知唔知癌症嘅破坏性啊？ 知道咁嘅时候咧，系咪应该避免一啲癌症咁嘅物质啊？系咪啊？当我哋知道癌症系咁严重嘅时候，当我哋知道原来负面思想同埋情绪咁大破坏性咧，我哋就需要去处理啦。等我哋咧唔好食咗呢啲咁嘅垃圾喎。嗱，譬如呢个图咁啊，好多时人就会话：哎呀，都冇人爱我嘅，哎呀，我真系冇用，我最蠢噶啦，啊，成日都失败嘅，咩都唔掂啊，人哋虾我，我最可怜嘅。 我想问大家有冇有时有呢啲咁嘅思想喺里面啊？嗱，呢啲思想咧，其实系令到人更加失败喎，系咪啊？呢啲思想系唔会令到人进步喎，系只系会令到人咧更加失败嘅。好啦，咁咧呢个 neuroplasticity 大脑可塑性系乜嘢咧？原来神造我哋嘅脑系好特别嘅，我哋嘅脑咧系可以塑造嘅，好多人唔知道。 佢要话我一世人都系咁，成日谂埋啲唔好嘢，咁佢觉得咧系一世都系咁嘅，其实唔系嘅，系可以改变嘅。咁我稍微解释下咩叫大脑可塑性，就系大脑嘅神经啦。譬如小朋友细细个啦，你发觉系咪小朋友好劲啊？两三年咧就识得讲一种语言，并且讲得好正噶，系咪啊？但系我哋大人咧两三年学都学到个语言啊，你想学英文两三年学唔学到啊？ 哇，好难喎！但小朋友点学得咁快咧？因为神造小朋友咧，喺佢最细个时咧，佢嘅大脑咧系最容易发展嘅。喺嗰时候咧，佢系发展得好劲。不过到一路到年纪大，一样有呢个能力。咁呢个能力系乜嘢咧？就系咧我哋嘅神经细胞呢度呢个图啦吓，睇先咁样得唔得先啊？呢个我有啊，呢个OK啊，呢个图咧，呢啲系神经细胞嚟嘅喎。 喺我哋脑里面有无限量嘅神经细胞，佢哋就彼此相连。每一次我哋学新嘅嘢，啊，譬如咧，我系又打乒乓又打网球嘅喎，譬如网球发球，那个动作咧有啲似羽毛球冚波，不过咧唔同嘅，因为嗰啲人咧打羽毛球啊，你打波好似网打网球咁，打羽毛球咧个方法系唔同嘅，但系咧你睇到嘅。
做個動作，譬如話冚波咁樣，嗱呢個普通冚法啦，再勁啲咧就彎低個身，成個身成個身去喎，用個腳嚟到推動嘅。咁呢種咁樣嘅打波方式咧，唔係人人即時學到嘅，係咪？你睇到人揸個拍咧，要知道佢啲動作咧，佢未學過嘅，或者佢好生疏嘅。咁呢個動作點學翻嚟呢？係需要不斷去做，並且要跟正，一路跟正，直至到成為一個好自然、好順嘅動作。而呢個動作喺邊度記錄呢？喺我哋嘅腦裏面有好多嘅線路。每一次我哋學新嘅嘢，就有新嘅線路。譬如你記唔記得去邊度街，去邊個地方？你第一次去係咪仲係記憶好？即係唔係咁強係咪？但你去咗十次廿次咧，你又記得啦，你唔會蕩失路噶啦。咁呢個咧就係個腦裏面有一個線路。咁原來我哋每一個人都有線路，不過有啲人嘅線路點樣呢？哎呀好煩啊！哎呀唔開心啊！哎呀好多嘢好難搞啊！好多人嘅線路係時時都搭曬啲唔好嘅嘢。咁咧，我哋隨時可以有新嘅線路啊！嗰啲新嘅線路係咩咧？耶穌幫緊我。耶穌會俾力量我，我先求神嘅國同佢義，一切加俾我嘅。當我日日都喺度思想神嘅話語，同埋成日讚美神，哈利路亞，多謝天父，感謝天父。咁你開始咧，每日都係開心咧。喺個腦裏面就有啲新嘅線路啦。嗱，因為我咧係基本上咧，我盡量成日我都喺度愛耶穌、讚美耶穌喎。有時我發覺咧，我自己都冇留意去做咧，自己就喺度讚美神嘅喎，即係已經成為我嘅習慣之一。咁嘅時候咧，我心裏面時時充滿喜樂同埋力量。我都希望大家養成呢種新嘅習慣，而攞走啲唔好嘅習慣。不過每一個新嘅習慣需要幾耐成為習慣咧？係六十日。你六十日繼續去做呢樣嘢，就可以成為你嘅習慣。不過如果你後來都唔做咧，又可以失去嘅。咁希望大家都知道，原來嗱呢度左手邊呢、這個左手邊係咩呢？就是這個人煩惱慣，他的線路就是煩惱。那你問大家自己，你的線路是煩惱呢？是不是很害怕呢？因為是立刻找神的話語，或者是時時去祝福人呢？那我希望大家呢，個線路開始今天去搭一些好的線路。好了，當人情緒不好的時候有什麼影響呢？是全身都影響了的。大家有沒有留意，你一不開心立刻不開胃喎，有冇留意到啊？瞓唔到覺喎，佢會影響全身嘅每一個部分。免疫有冇發覺啊？有唔開心嘅時候容易病嘅喎。消化咧冇胃口喎，嗰啲心血管咧，嗰啲人好多有心臟病嘅就係成日唔開心啦。個腦部咧就會儲存好多啲唔好嘅記憶啦。個皮膚咧，嗰啲人唔開心咧，皮膚冇乜彈性喎，係冇乜活力嘅喎。你想靚咧，開心啲咧。人會靚啲喎，呼吸咧，你發覺有啲人咧，佢係啊唔開心咧，佢成日都好似唔夠氣咁啊，唔夠力咁樣樣喎。咁我最近去驗身咧，即係唔係全驗身啊，即係佢同我驗一驗我啲血嘅氧氣成分啊。佢一度，哇！你99%，佢話哇，你點解咁勁嘅咧咁？而我感謝神喎，我已經68歲啦已經。我上一次嚟係67歲，但係咧你睇68歲啦，都唔係好似。不過我希望咧，其實能夠咧喺我在生嘅日子，能夠為主做更多啦。影響荷爾蒙，荷爾蒙失調啦，排泄啦。有啲人係日日有得去洗手間喎。佢哋咧見到好多人咧日日去咧，佢話好羨慕啊。點解咧？佢裡面唔通暢，其實咧好多毒素喺裡面。所以原來情緒咧係影響成個人啊嘅神經系統啊啲思想回應啊都係好遲鈍嘅。好啦，咁咧就好多人佢嘅生命發揮唔到，唔係因為佢唔識聖經，嗱有啲人識聖經喎，唔係因為佢唔識得讚美，但係佢唔識得將呢啲讚美進入佢生命裏面。佢喺教堂會讚美神喎，不過翻屋企咧唔記得讚美神。咁嘅時候咧，佢嘅生命發揮唔到，係因為咩咧？因為佢嘅情緒啦，亦都有個心態啊，我做唔到乜嘢噶啦，我都係冇乜用噶啦。嗱，呢個人咁喺度啊，我知我浪費生命，不過我都唔想改噶啦。嗱，呢個人佢個説話呢度點樣講啊？咁咧，但係咧，我哋可以點樣咧？我哋可以有充滿聖靈嘅果子，同埋成為基督精兵，有滿有喜樂同埋愛心。嗱，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嘅。咁我而家咧四圍喺
香港啦，同埋去列國啦，都係訓練人侍奉神喎。點樣興起人？咁有啲牧者我去到外國，佢哋話：哇！你講完俾我聽，我即刻覺得有信心，我可以向前去。俾呢度啲話，即刻我今日咧翻屋企咧，佢尋日學完咧，即刻翻屋企同佢屋企人關係好咗，個情緒亦都處理咗。咁我哋感謝神啊，原來係可以有方法嘅。好啦，好多時咧人有藉口啊，藉口咧就話：嗰啲人咁衰，我梗係嬲佢啦。咁啊，呢啲係藉口啦。嗱，佢好多人信嘅大話，呢啲係大話嚟嘅。佢發嬲，我梗係要發嬲咧。呢個係大話嚟。我想問你，佢發嬲係咪我一定要發嬲咧？啊，即係個人唔好啊，佢有病，係咪我要跟住有病咧？佢咧成日鬧人嘅，打人係咪我跟住咧？嗱，其實佢有問題係佢嘅問題。我哋學埋佢咧有咩唔好啊？成個生命破壞喎，但係好多人就咁啊，佢發嬲，我梗係鬧翻佢啦。呢個係一種普通人相信嘅大話，以至咧佢係唔係都會人哋一鬧佢，佢即刻就咁啊有人鬧我。嗱，如果係我哋真係錯，我哋要認錯。但如果唔係我哋錯，嗰個人係無理取鬧嘅時候，嗱我都試過喎，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以前去買嘢喎。咁我話我想要條褲夠，即係我著得入先得噶嘛，係咪？成間鋪頭即係而家就有啦，而家大把。但係嗰陣時咧，香港未有咁多呢啲闊嘅褲啊，即係大髀太粗啊。咁咧，我入去試勻條褲，我話我想揾一條著得到嘅，佢冇啊。咁啊，我話你冇咁，我買唔到啦。咁我出門口，咁佢喺度講咩啊？啊，睇咁多都唔買嘅咁。咁我話你冇得賣俾我啦咁嗱，有啲人就話：，你冇得俾我賣俾我，我梗係嬲你啦，我鬧你啦，你做乜就仲鬧翻我？但係我真係覺得，唉，佢因為佢冇見識，佢唔明白呢啲事情，佢自己都冇呢個貨，咁佢點可以賣人賣嘅？唔通我夾硬賣條細路仔褲啊？係咪？咁咧咁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唉，冇所謂啦，唔緊要啦，即係佢發嬲，我使咩發嬲啊？唔使。大家我想問大家，你屋企人有冇有時容易發嬲啊？佢容唔容易改啊？咁多年有冇改過啊？都幾難改喎。佢成日都係咁，咁我哋係咪成日都跟住佢發嬲咧？嗱，好多人就係咁嘅。屋企人鬧，所以日日都哎呀，真係衰啦！哎呀，點解咁樣樣咧？又成日同佢鬥鬧。咁咧呢個就係唔能夠接受到人有問題，人有問題，佢有問題，我唔使。咩信心啊？廣東話有句嚇，你唔好介意我講啊，唔使揦屎上身啊，即係咪唔使揦屎上身啊？人哋有咁使揦上身啊？唔需要嘅，呢個係佢嘅問題。其實呢個道理好簡單，係咪啊？唔好食垃圾。不過好多人就係個心裏面總係唔鋸啊，唔鋸咧就引致一生人咧都受苦啦。同埋另一種大話就係咩咧？當家庭不和，我就一定要煩惱啊！當然人會煩惱，一定會嘅，即係家庭不和梗會煩惱啦。不過係咪日日煩惱？係咪長久煩惱？嗱，已經係有問題啦。咁有問題嘅時候，繼續煩惱都唔會改變噶。但有啲家庭咁講喎，係、哎、有一個人信耶穌，跟住佢好有平安喜樂，對方煩惱佢都依然咧係好耐心咁去幫佢啊，又唔發嬲啊。慢慢啲有人話：，哇，你乜點解咁樣改變咧？佢話我信咗耶穌喎。啊咁佢話我都想信耶穌，我起碼覺得信耶穌好嘅。原來我哋嘅平安喜樂可以影響家庭，我哋唔需要因為家庭不和咧，我就繼續煩惱嘅。好啦，好多人信嘅大話咧就係話咧，好多人都唔開心嘅，周圍啲人都唔開心，咁我低層都係正常啦。嗱，個個都係咁啊，咁咧即係覺得有樣學樣，人都係咁樣樣。但其實咧，我哋係有。特別嘅身份嘅，我哋係同世界唔同嘅，我哋唔係一定要跟人嘅樣嘅。好啦，負面思想同埋情緒咧，其實咧好多時係壞習慣嚟嘅。點樣壞習慣呢？由小朋友開始，我唔中意啊，我好激氣啊，到大個咧就變咗一種怒氣咧，係充滿佢嘅裡面。或者小細個嗰時候，哎呀，媽咪唔錫我啊，冇人愛我，我唔可愛啊，到大個嗰時候一撇嘢咁啊。嗱，我講俾大家一個我真實嘅經歷。有一次我去一個地方宣教嘅時候，咁咧我就喺火車站喎等火車，火車遲到。火車遲到嘅時候，有一個男人嗰陣時佢好多人排曬隊喺度喎，喺後面係咁逼佢前面。
跟住大叫開門開門開門，冇人開門啦。跟住佢用腳腳踢個玻璃，踢到個玻璃門爆咗。跟住佢跳入去，走落去火車軌，跟住咧冇幾耐就見到有兩個人咧捉實佢走翻上嚟，走咗去唔知邊度，可能咧要同佢處理一下啦。嗱，呢個人可能已經五十多歲啦，點解佢會咁失控呢？因為佢細細個咧，屋企佢咩唔中意，佢就掠地又喊啊，又猛震啊，到大個結婚嘅時候又係成日鬧老婆啊，鬧仔女啊，即係佢由細個開始一種習慣。不開心就要發脾氣，就要猛震，他以後成為了這種，即是這種的習慣的奴隸。我想問大家，你有沒有被這些不好的習慣、負面思想情緒將你捉了做奴隸，以致你說哎呀，我都是做人不開心的了，都是很難喜樂的。但其實這個是大話，因為耶穌來是叫我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什麼更豐盛的。耶穌來是叫我們得到豐盛生命，我們可以改這個習慣的，可以改變這個習慣的。讓我們看這個圖，是不是一定要這個男人一定要發嬲呢？不是一定要發嬲，不過他覺得發嬲就厲害一點。很多人發嬲，為什麼呢？發嬲厲害一點，人家會聽我話。但其實發嬲雖然那些人會怕了你，不過並不是令到人服，人不服的。是不是一定要發嬲？不是一定要發嬲的。是不是情況不好我就一定要情緒化呢？是不是一定要煩惱呢？不是一定的，可以轉個身，我們可以靠著耶穌又喜樂平安。是不是一定要怨恨一個仔說哎呀我家人經常鬧交，你呀好怨恨。我想告訴大家，我細個長大就是這樣的環境的，屋企成日鬧交，成日都好多問題，吵吵吵吵，亦都有離婚。咁我呢就當我即係總之離婚後來之後發生的事咧，我就開始有夢遊同埋發惡夢，即係我係一個咁嘅環境長大，我並唔係一個開心快樂嘅環境長大。嗱，照計咧就係會以後都會係咁樣嘅。其實我呢個發惡夢係好多年嘅，我最嚴重嗰時試過點咧？嗰陣時一發夢咧，我就起一縫牆喎。起完縫牆發夢，我而家企咗喺縫牆裡面啊，即係自己起縫牆都發夢啊！發覺我企喺裏面咪黑掹掹咯，哇！咁我就好驚，我就用力打縫牆。咁嗰陣時我喺外國嘅，嗰啲牆咧唔係硬牆嚟噶，係狼啊，打穿咗縫牆。咁咧即係話，原來個裏面咧嗰種嘅懼怕或者一種被控訴啊、唔開心啊，可以積存。但係咧後來我就多去親近神，同埋放低啲垃圾。唔使介意嘅，人哋點樣控訴我唔緊要嘅，人話我唔緊要嘅，我唔使放喺心上嘅。我耶穌喜悅我，我最緊要親近佢，耶穌就喜悅我，愛佢，神就為愛佢嘅人預備眼睛未曾睇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到嘅。即係我哋聽耶穌話，神就為我預備好多美好嘅嘢，先求神嘅國同佢嘅義，呢一切就加俾我哋嘅。咁啊，真係當我聽耶穌話放低垃圾嘅時候，多親近神，真係冇咗呢啲惡夢喎。感謝耶穌是真的可以醫治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不是一定要怨恨的。跟我講一次，不是一定要怨恨的，不是一定要發脾氣的，不是一定要猛震的。好了，那我們要認識一下，我們首先講是藉口，我們認識一下負面思想，認識一下我們的思想和情緒。有一個咁嘅教導，呢、這個教導咧其實係聖經有講嘅喎。呢、這個教導咩咧？就係、是、呢個管理情緒嘅 A B C 觀念。A B C 嗱 ，A B C 啊 A 係咩咧 ？Activating events 有一件事引發咗情緒。然後 B 係乜嘢？信念。C 咧就係個後果啦。就係、是、原來一個人信乜，那個後果咧就唔同啦。我用一個例子先嚟先睇呢個經文。譬如有兩個基督徒已經是年紀很大，兩個都病喎，兩個都病咧，日子冇幾耐㗎啦。有一個基督徒就話：，唉，我一世人啊，又翻教會，又奉獻，又參加服，又參加侍奉，而家到老嗰時，神都唔理我啦。你睇我幾慘啊咁。咁呢個人咧就一路都好慘，但另一個咧就話：，啊，我而家就嚟去見耶穌啦。
我就嚟上天堂啦。嗱，我祈禱咧有力量，就算有病都唔緊要啦。啊，有病咧，將來我喺天堂又會完全冇病，會好開心。就算喺世上，我祈禱咧都開心啲喎。咁佢又開心啲咧，真係冇咁辛苦喎。兩個人同樣嘅際遇，但係兩個不同嘅反應，點解咧？因為個信念不同。第一個信念就咩咧？有親咩唔好就要埋怨，就要唔開心。個信念就話有咩唔好咧，就是、神對我唔好。但另一個話，神已經對我好好啦。我有好多好嘅嘢，我只靠耶穌一定蒙福嘅。佢嘅信念係咁嘅時候，係兩個完全不同嘅反應。啊，同樣我哋見到小朋友、成人都一樣嘅。每一個人因為佢嘅信念，佢對人生嘅睇法係完全唔同嘅。有啲人咧發曬爛渣，有啲人覺得係唔緊要啦，有困難冇所謂。嗱，我哋祈禱度詩篇118篇第六節。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幫助我哋。咁咧喺你嗰個聖經咧就話神喺我呢一邊啊。咁咧即係話都係話，即係神係喺 His on my side 喺我呢一邊，佢幫我嘅。佢幫我，我唔使驚。嗱，我想問你，如果啊假設啫，其實我唔係話佢咩咁叻嘅。李嘉誠係你嘅爸爸或者你嘅爺咧，你會擔心經濟啊？不需要擔心係咪？因為你知道佢好多錢啊嘛。咁我哋背後嗰位，我想問你係咪勁過李嘉誠啊？神係勁過李嘉誠，不過好多人就話神係好勁，不過佢啲恩典又冇嚟到我度喎。嗱，好多人就係咁樣諗，因為佢冇睇到原來我哋親近神咧，即係將生命俾耶穌，我哋係最終會睇到神嘅祝福啦。雖然過程係有困難，其實我經歷好多困難喎，但係呢個困難之中，我學習更加倚靠神、仰望神、親近神，我就發覺神一路為我開路，以至我今日咧，其實我唔想停止侍奉，我亦都冇停止侍奉，我由早做到晚嘅，我係好樂意侍奉。神亦都為我開路，我真係咧係祝福好多人。咁咧喺過幾月咧，就有一本書咧出咧，就係神為我預備嘅，輕鬆得勝，一陣我會講下嘅，就係、是、一個方法咧，神亦都俾我供應咧。我係會準備買好多本送俾全香港或者係周圍嘅，包括喺外國嘅一啲識得睇中文嘅牧師同埋傳道，我都會送俾佢。因為神賜俾我嘅經濟可以咁樣做法，即係神會供應我哋，同埋神俾智慧聰明我哋可以發揮整個生命。嗱，今日所講嘅一部分就係輕鬆得勝裏面一部分，就係點樣處理情緒嘅。好啦，就係話耶和華幫我。我唔使驚，人能把我怎麼樣咧？嗱，呢個 A、B、C 係咩咧？嗱，有人傷害我哋，其實我都有人傷害過喎。不過我相信神一定幫我，我就唔驚啦。但如果嗰個人唔相信咧，佢就驚啊死啊死啊點算咧？嗱，我講一個例子俾大家聽。曾經有一次咧，有一個牧師同我好熟嘅，咁有一個人我哋兩個都識嘅，但係呢個人咧就唔係好接受我嘅事務嘅某一方面。咁但係嗰方面唔係錯，係聖經有講嘅，但佢唔接受，佢就揾埋呢個牧師，佢就同我講話：啊，你有咩錯咩錯咁啊？咁我聽啦，我知道佢唔接受到，咁佢唔接受到佢嘅問題，唔係我錯，因為我真係幫到好多人。我就由佢講，我又冇發嬲，因為我覺得唔需要發嬲。咁我一路聽佢講完，咁我又祝福佢，咁佢就走咗啦。跟住個牧師同我講：，佢話牧師你真係好勁。佢喺度話：你完全咧冇發脾氣，又冇同佢頂嘴，完全係冇嘢嘅。咁我話：當我分辨到一個人佢嘅睇法同我唔同，我亦都改變唔到嘅時候，我就由佢講啦。咁我亦都係心態祝福佢。但後來呢個人咧後悔喎，佢好唔開心。佢同翻啲牧師講：我真係唔應該咁樣同葉牧師講嘢。佢就揾翻嗰個牧師同我一齊咧去大家傾偈和好，一齊祈禱。咁我好感謝主，即係個結局係非常好嘅。咁我最近都見翻呢個牧師，呢、這個牧師都話俾我聽，佢話咧嗰個人真係好後悔。咁咧，但係咧佢而家呢件事咧已經係放低㗎啦咁樣。咁咧即係話，當我唔介意係佢嘅問題，佢無緣無故嘅一路話人嘅時候，我唔需要放喺心上。咁我就個心咧就 turn off 啦。嗱，我用一個例子講，大家有冇見過黐線佬啊？有冇見過啊？喺街度見個黐線佬鬧你，有冇試過黐線佬鬧你啊？有冇行過街啊？黐線佬鬧你，我想問你，你會唔會嬲一年啊？黐線佬鬧你，你會唔會嬲一年啊？會唔會啊？咁係唔會啦，佢黐線咁咪鬧，咁嬲嘅係咪？
我諗你通常不過都唔開心嘅，好多人都會。不過你過得幾個鐘頭算啦，放手啦，又佢黐線噶嘛，係咪？點解我哋可以放手呢？因為我哋知道佢係黐線。嗱，我哋明白佢有問題，我哋就會放手啊。嗱，世人唔係個個黐線喎，不過世人個個都有乜嘢呢？有罪。雖然人會鬧人，我想問大家呢度有冇人未鬧過人嘅？有冇人未鬧過人嘅呢度？個個都鬧過人喎，所以人哋鬧我有咩出奇呢？咁但係如果鬧得啱，我咪認錯咯。但係如果唔鬧得啱，我又唔使咁緊張，我亦都可以，即係如果任何錯我都可以認錯。咁嘅時候我就唔放喺心上，呢、這個信念係非常重要。嗱，你今日捉住呢個信念，你以後都可以人哋鬧你，你唔介意喎。我真係試過人一路鬧我，我個心一路話。佢講嘅唔合理嘅，我唔使放喺心上。但我一樣柔和謙卑對佢，即係我唔介意對佢。咁有啲人話咁樣好唔抵咯，咁我會講啊，我越嬲咪越唔抵，我發脾氣仲唔抵？但係我有乜所謂啊？我心中話耶穌愛我，耶穌就歡喜我咁樣喎，因為耶穌講到以善勝惡，我遵從神就係中意，所以我心裏面我以善勝惡唔緊要嘅。嗱，呢一個道理係非常重要。經常咩咧？今日講嘅咩咧？從神得力，跟我講一次，從神得力。第二，唔好食垃圾。跟我講，唔好食垃圾。但你唔好話俾得你講係垃圾喎，你嘅心分辨到佢講嘅嘢係唔合理，我哋就唔使放喺心上。唔好食，唔好受落，受乜嘢咧？神嘅恩典同埋人嘅好嘅地方。有冇人對你好啊？咁你多謝佢同埋放喺心上，都係神嘅祝福。但唔好嘅嘢咧？唔使放喺心上，咁嘅時候咧就係、是、個信念啦。神祝福我，我唔使食垃圾，咁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受影響。嗱，呢個道理係好簡單，簡單到不得了。喺輕鬆得勝呢本書裏面有寫到嘅詳細去解釋嘅。個問題就係好多人好難應用，點解？因為唔鋸啊，唔服氣啊，唔抵啊，同埋咧益咗佢啊。益到佢咪益咗佢咯，唔緊要。佢唔會賺乜嘢，其實佢好慘噶。佢好慘，因為佢將來咧，佢要面對神嘅審判，所以我更加去反而去祝福佢、饒恕佢咧，係更加好嘅。好啦，咁我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負面思想帶嚟負面情緒。點解咁多人負面情緒？係因為負面思想開始嘅。即係頭先話 A、B、C，B 就係信念，信念就係思想。咁有啲咩信念呢？人生好難啊！神都唔幫我，我做唔到，我冇用咯，放棄啦，又對我唔好，生命冇意義。咁啊會點咧？會激氣啦、發嬲啦、煩惱啦、低沉啦、失望啦、痛苦。其實呢痛苦咧，有啲人話愛咁困難，梗係唔開心啦。其實睇我點睇，我哋當我哋唔放喺心上，神嘅恩典夠我哋用。我想問下大家，我哋去到天堂，神需唔需要話對唔住對唔住？我唔記得幫你添，你啲麻煩太多，我啲能力唔夠俾你幫。神需唔需要向你道歉啊？神會話：我俾咗你好多幫助，不過你未睇唔到啫。如果我哋數算，我睇到好多神嘅幫助。我想問大家，呢度有邊個經歷過神嘅幫助？神俾你喜樂、平安同埋力量同埋供應同埋幫助，有幾多個有嘅？舉手。哇！你睇到神係幫我哋喎，所以我哋咧記神啲幫助。神的幫助夠用的，不用被人影響，是不是？不用被人影響，被人影響了更慘了。好了，情緒我要明白是一個警號鐘。人是有情緒的，個黐線佬鬧完你，你會總是有些情緒的，總是會有些激動的。不過這個激動是一個信號，這個信號告訴你有危險有困難，但有危險有困難，是不是你日日夜夜都在危險困難呢？那你就會有病了。我們立刻處理，處理了就不用激氣怒燥。即是譬如說有賊佬追你，我們當然會立刻腎上腺就分泌，那你立刻要跑的，是不是？有賊佬追你，你要跑的，那一定要啲血去曬嗰啲腳那裡，去手那裡，要保護自己的嘛。但是如果你日日都是這樣，日日都是這樣，哎呀死了，有賊佬來了，我哋唔得掂啊，係咪啊？所以情緒係會有，不過我哋需要處理。我哋唔係永遠一樣嘅。有啲人就話：哎呀，我老公係咁，我日日都唔開心啊！佢永遠都唔開心嘅狀況，佢永遠都係好慘，永遠都係受害者。我想問大家，你有冇見過個家庭唔好嘅人，反而佢可以有喜樂平安啊？有冇見過咁嘅基督徒啊？
嗱，我見過好多喎，佢家庭唔好，但係佢出嚟佢即係將屋企嘅嘢放手，但係佢又祝福屋企人喎。但係咧，佢係得勝嘅。其實喺我一生之中，我遇見過好多人係真係對人唔好嘅。我受過好多呢啲，我相信大家都受過。咁作為牧師受得更加多嘅。但係咧，我總係話唔緊要，唔使放喺心上，而從神得嚟。當成日都係警告嘅時候，個人咧就會傷心啊、怒氣啊、震驚啊，係對身體有傷害嘅。嗱，情緒咧好似你飆暗瘡，飆暗瘡嘅問題唔係淨喺皮膚啊，唔係喎喺裡面喎，即係話裡面有啲嘢處理，需要處理。譬如話成日都好煩，瞓唔到覺，成日都掹掹震震，點解咧？因為裡面嘅思想模式有啲錯誤，同埋同神關係有啲問題。所以就有咁多問題，所以我哋需要咧知道，如果一個人成日都有情緒，係有裡面有啲問題需要處理嘅。我希望大家咧都會去處理啦。好啦，同埋我哋有牢固嘅營裏喎。嗱，好多人營裏咧淨係諗到邪靈啊，其實好多啲營裏係咩咧？憤恨人啊，憎恨人喺個裡面有一種憤怒、憤世疾俗，唔中意社會，唔中意人。不喜歡世界，或者我很慘的，我不及人，經常比較，不夠人厲害。我想問大家，這個世界上是不是個個都有人厲害過他？就算網球最厲害的那個，網球最厲害的那幾個人，我有時都看網球，但是他第二樣東西不夠人厲害的，即是他不是什麼都厲害，人總有人厲害過我們，又總有人不及我們。其實比較，你永遠比較，永遠比較都不及人嘅，但如果我哋日日都話：哎呀，佢又多錢啦，啊佢又結婚啦，又生仔啦，啊又啊健康又好啦，我就乜都冇啦。嗱咁樣比較的時候咧就好慘啦。但係其實我哋有嘅，數下我哋有，我哋可以開心喎，係咪啊？我哋可以為到我哋有嘅。嗱，我睇到大家都係肥肥白白喎，係咪啊？呢度冇人係瘦到咧凹曬咁啊！即係你個都有得食有得住啊，尋晚都有得瞓覺，係咪啊？咁呢個都係恩典喎，咁所以我哋唔需要話，哎呀好慘好慘啊，或者好多人咧覺得前路唔好啊，啊即係或者呢個浪費生命啊，或者神都唔愛我，有啲人成日都話神都唔對我唔好。其實咧呢啲情況將來上天堂佢就知啦，其實係佢自己冇睇到神嘅好，所以佢唔知得感謝神。嗱呢個咁樣嘅啊 vicious cycle， 即係一個惡性循環啊。惡性循環乜嘢咧？越嚟越差，負面嘅思想或者情緒，佢唔處理嘅時候就會唔開心，唔開心咧就會自我批判，然後咧佢就負面睇人，又講負面嘅説話，有失敗感、憤世疾俗、憂鬱，甚至有啲自殺。有啲人咧就係咁樣循環落去。我想問大家，你嘅裡面係咪有一個咁嘅惡性循環嘅思想模式或者情緒咧？如果有嘅時候，我哋盡快處理，神係喜悅嘅。當我哋處理嘅時候咧，神喜悅係一定可以盡一定改善。其中一樣，我想大家記住，你一日進步1%，百分之一，幾多日就100%啦？一百日即係幾耐啊？3個幾月啫喎，係咪啊？我想問大家，進步1% 難唔難咧？嗱，你今日開心1% 得唔得？多1% 開心得唔得？其實得嘅喎，不過人就係唔係繼續進步，我哋肯繼續進步，我哋100日已經可以100%。所以咧，我哋大家都話：我有啲咩進步？感謝主，我今日開心咗，感謝主，我今日放低垃圾，感謝主。咁嘅時候咧，我哋嘅生命就會進步啦。好啦，咁我哋點樣處理咧？第一，一定在神的話語扎根，成日捉實神的話語。你聽我成日都話，先求神的國同佢義，呢一切加俾我哋，我就捉實神呢句説話。我先求神的國，佢一定會將一切俾我嘅。我又捉實神的話語，神為愛佢嘅人所預備，眼睛未曾睇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到嘅。當我愛佢嘅時候，佢一定為我預備超乎想像嘅恩典。其實我以前從來冇諗到可以去列國，神供應我需要，亦都可以派咁多書啊！我係會特登買好多本呢啲書，送俾好多人嘅，即係送俾領袖啦。咁咧就啊，呢個咧都係神嘅禮物嚟嘅。咁啊，我係諗都諗唔到，因為我捉實神嘅話語咧，神就為我開路，同埋咧以神為樂啊，神係我喜樂嘅來源。我想問大家，你中唔中意食嘢啊？中唔中意食嘢啊？係邊個做嘅食物？
做喎，唔係煮喎，係邊個做噶？係神做噶，神做嘅係咪都好食噶？你中唔中意食？菠蘿啦，芒果啦，蘋果啦，蝦啦，蟹啦，長腳蟹啦，不同嘅肉類啦，同埋飯都好食嘅喎，飯香係咪都好香㗎？係咪？真係原來神做嘅嘢咧，好多都好好食嘅。咁我感謝神，神做咁多好食嘅，同埋對我哋有健康嘅喎，幫助喎。咁咧就時時都去諗神嘅恩典，以神為樂。同埋咧，聖靈感動我哋。我想問下大家，聖靈感動係咪淨係你聽話嗰時先感動你㗎？唔聽話嗰時，神有冇感動啊？有喎、聖靈冇抌低我哋喎。其實我哋唔聽話次數多唔多啊？是很多，但是聖靈來到要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每一次聖靈責備，即是說聖靈沒有扔下我們，即是神愛我們。所以經常想回神怎麼愛我、怎麼提升我，這樣我們就有力量了。以神為樂，還有每一天清理垃圾，還有不跟從負面的思想情緒。其實很簡單的四樣東西，可不可以記住？第一，神的話語扎根，一會我一起說神的話語扎根。第一，以神為樂，就是神的關係。第三，清理垃圾。第四，不要跟從負面的思想和情緒。其實很簡單的，只要我們願意的話是可以得的。好了，很多人讀聖經，不過讀聖經都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讀了聖經，他仍然讀完，他仍然不相信神愛自己。很多基督徒都說神都沒有愛我，我這麼多困難。有時沒有想到，其實那些困難有時候我們自己撐出來的，我們自己對人不好，我們自己猛整不開心，自己有困難，那他就覺得神對他不好。其實我們要追溯我們自己有什麼錯，引致有些問題。還有他不相信神耐性幫他，覺得神都老早不要我了，我都不聽話的。但我們想回聖靈不斷感動我們，即是神沒有扔下我們，神是耐性的。還有呢，仍然不相信自己寶貴喎，其實我哋個個都寶貴，我哋每一個都好勁噶。如果我哋聽神嘅話，我哋每一個都可以大大發揮噶。只要我哋日日親近神、倚靠神，我哋願意祝福人，我哋個個生命都好勁噶。呢一群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個個聽話咧，你可以影響整個天水圍區域噶，你可以影響整個香港噶，你周圍接觸嘅人，你可以影響好多人。因為我放在網上很多影片，你看葉牧師會看到我很多影片，葉牧師就找到的，很多人找我的，我經常都幫人義務幫人，那些人也都歡喜。那這樣的時候我又歡喜，神又歡喜，所以其實我們每一個都是非常寶貴的。所以我們每一次讀經的時候，我們相信和應用。相信什麼呢？一起說主極愛我。第一，是相信神愛我。第二，主耐性服侍我，神不斷耐性服侍我。第三，我不夠好，我仍給仍是寶貴。我不夠好，神依然在我生命中做好事。這件事很重要，我不夠好，神都祝福我。第一個觀念，我希望大家這樣想一下。譬如有人會這樣，哎呀，我又想一些不好的事，我又犯罪，或者有時候，哎呀，我又見到美女的心又想一些不好的事。很多時候人就會說死了死了，哎呀，我犯罪了。這個一種的想法就是說，哎呀，我很多罪。但另一種想法就是說，這種罪有破壞性，因為破壞我們的生命，破壞和神關係。即是說，神啊，求你赦免我。聖經說什麼？一個罪人悔改，天上都為他歡喜。當你一悔改，神就喜歡了。雖然有不好，即刻神就歡喜了。然後跟著我靠耶穌，我不要去望著那個異性，不要想這些不好的東西，即刻神又更加歡喜。這是一個正面思維，咁咧就會發揮生命。但係好多人就唔係啦，哎呀，我又犯咗罪啦，哎呀，真係冇用噶啦，我以後都學唔到，改唔到。佢就注目喺佢嘅失敗。但係如果我哋話即刻話，我一悔改神就歡喜，我一遵從神就歡喜，我一祈禱神就歡喜。嗱，跟我講一次，我一悔改神就歡喜，我一祈禱神就歡喜，我一遵從神就歡喜。我想問下大家，咁討神喜悅容唔容易啊？其實容易喎，你唔夠好咪即刻悔改咯，即刻遵從神，神就歡喜啦。咁所以我希望大家讀咗聖經係遵從嘅。好啦，有咩動力我去遵從神處理生命？有咩動力咧？四樣動力，任何遵從神都係呢四樣嘅動力為主啊！我一齊攞讀下。
神極愛我，第二珍惜自己，犯罪必破壞，遵從必蒙福。嗱，四樣嘢好好易記啊，希望大家記得啊。第一，神好愛我哋，好寶貴嘅，我哋好寶貴，要珍惜自己。第三，犯罪一定有破壞性，遵從一定蒙福。咁所以咁嘅時候咧，我哋梗係聽神嘅話啦。我就先講到李嘉誠，李嘉誠能唔能夠喺呢個生命樣樣嘢祝福你咧？唔得喎。新聞都有講喎，李嘉誠都退休啦，會唔會第日有爭產案咧？佢嗰度會唔會屋企又出啲咁嘅嘢咧？有錢佬又會有啲咁嘅問題喎。李嘉誠嘅子女問題都搞唔掂。但係咧，我哋有神咧，神係全能嘅。咁有啲人話神係全能，不過我好多問題，但係神係可以。你靠住耶穌，親近耶穌啦，遵從神，佢一定會幫到你。我希望大家記住，神好愛我，我係好寶貴。犯罪一定係有破壞性，而遵從神一定蒙福。大家可唔可以記得呢四點啊？我而家將佢轉咗去啦，大家講出嚟咯，得唔得啊？好。第一係咩啊？神極愛我。第二咧，珍惜自己。第三咧，犯罪有破壞性。第四咧，遵從必蒙福。好啦，神亦都俾我呢個德性五部曲喎。第一個讀嗰啲紅色字啊，留意破壞性、聖經處理、親近神、選擇順服。嗱，呢個就係一個處理嘅方法。當我哋發覺有負面思想情緒，個方法係咩咧？咦，我留意到我諗埋啲唔好嘢嘅喎，我留意到我唔開心嘅喎，我留意到我好灰心嘅喎。好啦，我深信佢有破壞性，任何一樣負面都有破壞性嘅。破壞咩？點破壞咧？佢人日都唔開心，唉，乜都冇心機，乜都冇力，又睇唔到神嘅恩典，又唔能夠服侍主，喺周圍冇一個好見證，係咪樣都破壞係嘛？同埋咧，同神越嚟疏遠喎，亦都可以結局咧，有啲人真係同神越嚟越離開嘅喎。好啦，跟住咧，聖經處理，聖經話乜嘢咧？聖經話耶和華嘅喜樂係我嘅力量。當我哋滿早早飽得神嘅慈愛，我哋一生歡呼喜樂，即係神嘅恩典同埋愛咧係夠我哋用嘅。咁聖經處理就係話咧，唔好為惡人心懷不平，以致犯罪。惡人犯罪係佢嘅問題，我唔使放喺心上。咁呢個就係聖經處理。跟住咧，祈禱咯，求主赦免同埋得力啦。跟住我選擇聽話。當我哋選擇聽話，神就歡喜啦。嗱，呢五樣可唔可以記得五樣啊？一齊講一次啊，就係講個簡單嘅。留意破壞性，聖經處理，親近神，選擇信服。如果簡單版本就145啊，因為你已經知道罪是破壞性的，同埋聖經教我點做，咁我點咧？一留意到唔好嘅，即刻祈禱，即刻選擇信服。即明明煩惱緊，可以做啲咩咧？有啲動作可以幫手喎，深呼吸，放鬆雲，諗住耶穌，多謝耶穌。嗱，你而家試下深呼吸，放鬆雲啦，多謝耶穌。黑埋眼呢一陣嚇，抽風吸放鬆，多謝耶穌，多謝耶穌，有咁鬆都咁鬆嚇，多謝耶穌，感謝耶穌，有冇覺得舒服啲啊？嗱，好啦，開翻眼，原來神造我哋嘅身體好特別喎，放鬆就會舒服啲噶咯喎。放鬆嘅人就會舒服啲，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你都可以出去郊外行下、運動下咧，呢啲都係會幫助我哋嘅。同埋咧，用屬神嘅觀念，嗱呢度講到屬神嘅觀念取代乜嘢咧？就係自卑啦。咁呢個都係用呢個 A B C 嘅觀念啊，就係聖經講到係乜嘢咧？我哋係被揀選一齊攞啊，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我哋係咪寶貴啊？係極度寶貴啊！好啦，有人控訴我，有人話我咯喎。如果唔啱就點啊？哎呀，我不及人啊，我冇用啊，就會內疚自卑。但係我話，我信神看重我，我一定可以有信心。咁咧就個人就會堅定有信心。但係有啲人話，我已經咁多年都係好失敗喎。我哋咁樣諗，你進步些少啦。嗱，你今日嚟到關心下人啦，嗱已經進步咯，難唔難啊？為人祈禱啦。些少的進步，你已經提升自己的影響力了，即是的咁多進步，我不受人影響，我已經進步了。咁你就將呢個尊貴的身份攞翻翻嚟。嗱，我哋個個都係尊貴身份喎，我哋個個都係王子公主。但係有啲王子公主係點樣咧？哎呀，我慘啊！哎呀，唔開心啊！啲人就一世都係咁喎。我開始
我有啲力量，我有啲力量，更加有力量，開始提升，就有翻呢個王子公主嘅呢個身份嘅尊貴。大家想唔想有翻呢個尊貴啊？王子公主嘅尊貴，我哋就話我哋嘅信念，聖經話乜，我哋相信乜，我哋就會改變啦。好啦，另一個咧就係自憐啦。自憐，而家我就用一啲例子啊，俾大家睇下點樣處理一啲負面嘅嘢。自憐，一齊讀一讀嚇。希伯來書四章十六節，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為作隨時的幫助。可能有人傷害我嘅時候，我就覺得好無助，好慘喎，無助咯，就會低沉。但如果我相信神幫助，佢係我隨時嘅幫助，我坦然無懼嚟到佢面前，施恩寶座面前得憐恤蒙恩，為作隨時嘅幫助。我相信我隨時有幫助，我就唔使受傷害啦。我隨時得力，就算有周圍嘅人攻擊我，我都唔使驚。我其實曾經都受人攻擊過，但我堅決企穩，神就一路祝福我的生命。多謝天父啊！原來我哋相信聖經話，我哋係寶貴係重要嘅，我哋就唔會被人影響啦。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自發嘅負面情緒嚟。有啲人咧就無端發事唔開心，我想話我都會有時有咁喎。人係會有時無端發事，唔知點解唔開心。大家有冇試過啊？即係人因為有罪啊，自己會唔開心，咁點算咧？呢、这個經文我哋請讀一齊讀啊，詩篇七十七篇九節。難道神忘記開恩，因發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嗎？我便說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顯出右手之年代。啊，詩篇七十七篇咧，大家可以翻去睇，講到呢個詩人咧係好低沉啊，佢話我祈禱都唔開心嘅。在这样的情况，他就觉得很惨，他是不是神记了我的？但跟着呢，他就说这个是我的懦弱，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想起神做的事。跟着他的人就起落回来，诗篇七十七篇，看到他由低沉变回起落。好了，这里自己自动烦恼，当他的负面先说，哎呀，我没用啊，我没帮助啊，那他就继续低沉的了。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哎呀，一起身不知道为什么又不开心了，那他就继续不开心了。但是呢，我们就坚持相信神仍然爱我，我是宝贵的，神帮紧我的，是我自己想办一些不好的事情，那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逐步提升了。今天讲的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将圣经应用在生活里面，就是说圣经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好啦，拆解自發嘅煩惱嘅來源，點解會有自發煩惱呢？就係咁啦。以往嘅經歷有冇影響我哋咧？以往經歷係咪接嗱？咁我以往經歷咧，我哋接受以前我哋未識得處理，以前係無助嘅，就相信咧神接納我嘅，所以對以往經歷放手，即係以往曾經做過錯事、唔好嘅事，我哋咧相信自己以前都係無助，我相信神而家幫緊我，所以我可以放手，即係話以往嘅經歷。是不是影響緊我哋？我哋就放手。以往失敗過，只有放手，唔能夠捉實嘅。好啦，跟住咧，係咪自卑自憐咧？批判自己咧？咁我哋點樣處理咧？神睇重我嘅，神興起我，我唔需要自責。就算我失敗過，唔緊要，我唔需要自責。然後我了解自己，令乜嘢令到自己煩惱，自己令自己煩惱，同埋咧宣告神嘅愛，愛慕神。因為有自憐嘅時候，我係寶貴，因為我自己睇小自己，所以我會咁煩惱。我靠住耶穌可以得勝嘅，跟住咧，有時我哋處理方法無效喎，有冇效咧？有冇改善嘅空間咧？有咩進步？即刻話，哎呀，我進步啦！於是計劃新嘅方法。我希望大家新嘅一年反省下自己生命有啲咩破口，開始改善，即刻讚自己喎！嗱，唔好話我要進步到完美先，唔好，即刻進步，有少少進步，感謝主，我有啲咁多進步。我想問大家，你今天聽呢堂佛道的時候，有冇啲咁多進步啊？有冇開心少少，放低啲煩惱啲咁多？咁你話，感謝主，我有進步，一齊講啊！感謝主，我有進步，我開心咗啦。好啦，我想話咧，情緒比思想快好多。你嘅思想可以處理咗，思想話我唔使煩惱，但係個情緒仲係唔開心嘅。嗱，我試過咁喎，有啲人傷害我。我就話唔緊要啦，唔使放喺心上。但我發覺半夜醒嘅時候，個心擁住喎。原來情緒係會停留得耐啲嘅。但我繼續相信神係幫我，我唔使煩惱，我繼續依靠神就得啦。咁我咧就跟住讚美神喎。我發覺第二晚就冇咗呢種情況啦。即係話情緒需要耐啲時間，
同埋佢入心深啲嘅。但係我哋多啲平靜嘅時間咧，依靠神咧就可以更加得到力量嘅。咁咧，同埋一樣嘢好重要，唔好順其自然，因為我哋順其自然好多時會猛整怒躁。人順其自然，俾人鬧順其自然就係鬧翻佢噶啦。我哋係要刻意靠住耶穌，刻意嘅處理嘅。咁咧五個鎖匙，我哋就睇上高下，一齊睇翻，一齊讀下。留意咗自己啦，信神愛自己，正面清理垃圾，親近神處理垃圾。其實基本上都係幾樣嘢啫。留意到有問題啦，相信神愛我，我正面同埋清理垃圾，親近神處理生命。兩樣嘅基石嘅，今日講嘅神係愛我，我捉實神嘅恩典，我食神嘅恩典，領受神嘅恩典。第二就係負面垃圾清理，就係呢兩樣基石咧，你就受用不盡嘅。咁我之前曾經都講過呢個祈禱三種祈禱方式，我希望大家記得一齊讀一讀啊。第一種恩典嘅禱告係咩咧？宣告神的愛，神陪著我，神又祝福我，神接納我，就係相信神愛緊我，祝福緊我，神幫緊我，神喺我前後環繞我，按在我身上，成日都宣告。一起身，耶穌愛緊我，多謝耶穌，開心啲喎。感謝耶穌，耶穌愛緊我。第二咧，敬拜嘅禱告一齊讀啊。感謝、敬拜、愛慕、喜悅、緊靠和需要神，就係咧成日捉住神，你一需要神啊，神啊，我需要你，都係一種祈禱嚟啊。神啊，我需要你。聖經有講到渴慕啊，好似鹿渴慕溪水咁樣啊，切慕溪水，我需要你。呢個都係一種禱告嚟。第三種咧係好有效嘅互動嘅禱告，一齊同啊，一邊禱告一邊信神喜悅，我唔禱告神就祝福。聖經話我哋親近神，神就點啊？神就親近我哋喎，即係當我哋祈禱時，神會唔會冇反應啊？唔會話神即刻反應，所以我哋做任何合乎神嘅嘢嘅，即刻話神而家好中意，我愛神，我真係愛神，我願意付出代價，神就歡喜啦。我願意去服侍人，神就歡喜。總之凡係做神歡喜嘅嘢，神一定中意。嗱，呢一個禱告係好有效，我自己成日都會咁樣喎。感謝主，我今日幫到嘅人，神就歡喜，但我唔係驕傲喎。我只係我知道神係好欣賞人，所以我可以開心。但有啲人就咁喎，佢幫完人，哎呀，佢都唔聽話，我都幫唔到噶啦，哎呀，我都係失敗啦。咁啊，佢睇唔好嘅嘢。但係我哋話，我有幫神就歡喜。呢三種祈禱係非常有效，尤其互動嘅祈禱啊，同埋有互動嘅行動。我俾一杯涼水人，神一定中意，所以佢會賞賜，不能不得賞賜。任何做在人嘅身上嘅嘢，神都中意。任何祝福人嘅地方，所以今日你嚟到祝福下周圍嘅人，唔係就係祝福你咁樣喎，亦真係關心佢，為佢禱告，幫助下佢。咁嘅時候咧，神就歡喜啦。難唔難做啊？呢種方式，呢種祈禱，我時時都做㗎。我希望大家咧記實呢種互動嘅禱告啊，同埋一齊讀啊，詩篇77篇第四節，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啊，呢種生活方式，神係我歡喜嘅來源。嗱，有啲人就買嘢我歡喜嘅來源，食嘢我歡喜嘅來源，嗱，呢啲都可以開心。不過神先係俾一切恩典，你因為神而歡喜咧，即係話以神為喜樂嘅來源，以神為生命嘅意義，佢係令我開心嘅，我生命有意義，唔好以世界為樂。咁嘅時候咧，佢就賜俾你更大嘅恩典同埋喜樂。我希望今日大家聽完呢個信息之後，真係會話。我願意以神為樂，可唔可以啊？一齊講啊！我以神為樂，神咧就點啊？將你心裏所求嘅賜俾你喎。好多人所求嘅，神就會賜俾你。當你以神為樂，好啦，咁我咧就想睇啊，即係先啊，係啦，呢一個咧就係我將會出嘅書啊，《輕鬆四》呢度簡單介紹。咁個目的係咩啊？係祝福。我會送好多書俾教牧，咁啊喺呢度啦，阿林牧師我會送啦，嘉偉會送啦。嘉偉都有份送喎，咁咧其他人咧，我係會總之揀一個好大嘅折扣俾大家嘅。咁因為我唔係想賺錢嘅，我完全唔係想賺，我買好多送俾人嘅，我係完全想祝福，我想祝福香港，因為呢個會祝福你整個生命，係祝福我哋整個人嘅生命。好似今日所講嘅信息，你跟住做咧，你整個生命會提升。佢裏面係講到咩啊？點樣活著神嘅愛中，享受神嘅愛啦，同神有親密關係啦。跟住咧，清理垃圾，點樣唔俾人影響，唔俾罪影響，負面思想、負面情緒、潛意識
同埋生活嘅方式有咩問題，潛在精靈。第三咧，點樣發揮生命？點樣結出聖靈果子同埋侍奉嘅果子？係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學，同埋咧侍奉人員都可以學，要嚟幫助人嘅。呢本書咧係有討論問題，可以要嚟咧討論，可以幫助人嘅。嗱，我唔係喺度好似賣嘢咁啊，而係我係想祝福人。我係買好多，咁買好多嘅時候咧，我係準備咧。總之我識得邊有教牧，我就送俾佢。而去到邊度咧，我都係會用一個好高嘅，即係好大嘅折扣去啊賣俾啲人等。咁嗰啲錢咧，全部唔歸我，一個先都唔歸我。文字部話俾一啲錢我完全唔收。我就話你俾我用呢個價錢買一啲書，我送俾人就得㗎啦。咁咧，我完全係我嘅侍奉，而家亦都係提義務嘅，因為神供應我需要，我就義務去祝福去到列國。我的心態只是祝福，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態。當你祝福的時候，神就會將喜樂賜給你。這個時候呢，我會跟大家一起呢唱一唱詩歌，但除了唱這首還有唱其他的。
耶和華係我牧者，大家試下放低曬啲煩惱，你會發覺個重擔會輕咗嘅。耶和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嘅水邊。耶和華是我的真好，可唔可以真心講啊？有耶穌真好啊！多謝天父，讚美天父。